我觉得会很嗨，我真的觉得会很嗨。我觉得我们会把自己炸死，四颗下去。可是我们要先打赢水城那一队的，如果我们那队就输了，完全没用。我也到了。他直接灌火、欸！你不要灌，你不要灌，你不要灌！你有没有火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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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快丢快丢！很吧。对不起，我笑出来了。四颗雷，四颗火，四颗烟。那个给你，我不用了。我这还有人哦。总名下来，结果你不要会一起吃到，火车有人，火车有人，月台死了。爬上去，爬上去啊！看好像完了，完错了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还有，还有五颗没。我要上去补充弹药，你让你打药，可以。
都上来了呢。两发榴弹的事啊。哎，你去下面听好不好？你去洞口听好不好？怕他随时冲上来，然后不要死。是上面还是下面呢？我卡到，我们就赢了。我卡不到，为什么我会一直看到墙啊？我能试的都试过了啊。哎，你丢一点榴弹好不好？太多了吧？他跑了吗？不在角落，也不在左边，是火车或是月台里面。刚好直接透视开起来，妈的！跟我斗，哪里？怎么瞧都看不到？嗯哼，不漏就是不漏，打不到，打不了。不错，你去帮我卡看看呐、啊，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左边的。啊，你看，你看月台有没有人啊？对啊。好，那我给你换位置，你走开，我去看，我想办法，我免一个，我免一个角。
猿从月台下去了，在山顶那里啊，没有，他绕来围墙了。哦，他跑了，绕跑，绕干嘛？等等等等等，丢火车里面，火车里面不会被打。哎呀，就让我卡一下嘛！关键时刻就是没办法，那我现在还要清，考虑一队来呀、啊。嗯，我这里。我不用，我打完两发再欢迎上来，懂吗？哎，补一发，补一发，补一发，快啊！补榴弹。